谢。不是，我有啥可谢的？你是好人呐。我不是好人呐。住嘴！我不许你这么糟蹋自己。我糟蹋自己了吗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俩到底咋回事啊？我都照蒙圈了。大姐，大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呐、啊。上星期六的一个傍晚，我一个人在河边散步。阿姨，阿姨，我可以把这段拍成视频吗？哎，好嘞。突然，只听咕咚一声，好像有人掉进了冰冷的河水里。我仔细一想，原来是我自己。就在这千钧一发、逼发千钧之际，一个膘肥体健的身影出现在河边，嗖的一下跳进河水里，毫不犹豫地使尽了全身力气把我从河水里托起。太感人了，太感人了。大哥，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我给你什么第二次生命啊？我自己生命就剩半条了。不是，惯坏了，打小了，就是今儿我就让他骄傲，就一会儿就承认他是英雄，好不好？好，到我家了，赶紧。哎呀，今儿家没人，爸妈都到公园遛弯去了，就我一人。爸，哎，是到公园遛弯去了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出事了？出事了，怎么的了？这是让我上这边走路，噌就穿出一个比你妈还丰满的大妹子来，这家伙就在这拍照。啊，后来来个女孩，见着我就拥抱，非说我做好人好事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哎呀，当时我怎么说？进来进来进来，这就是我们家，来里边请里边请。怎么了？这是？哎呀，我说老头子，你跑啥呀你？不是啊。哎呦，只有做不到没有想不到的啊！我是真没想到啊，我爸爸做好事儿了。对，我是亲身的受益者。你看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！你们能确定吗？确定。姑爷，人家都说了啊，说你爸呀，颜值不高，一身肥膘，两条短腿还没长腰，你看不就是他吗？没错，集如此多优点为一身的没有别人，就是我的爸呗。哎呀，你怎么也急？哎呀，大爷，您就承认了吧。大哥，你就承认了吧。老头子，承认吧。您就承认了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妈妈妈，那客人都到咱家来了，你倒点水啊。对对对，你看我忘了吗？喝水啊。行，坐。爸，不够意思啊你。好家伙，出去做好事出风头，不叫着我呢怎么？我跟你说句实话啊，好事我是没少做啊，但是今天他们说这几件绝对不是我做的。小点声。爸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这好事承认也得承认，不承认也得承认。那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人家都找到家里来了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人们的心中啊需要英雄，需要榜样啊。他说的这个英雄事迹我没有啊。你没有？我问问你爸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蝙蝠侠吗？没有。真的有孙悟空吗？也不一定。真的有到处打怪兽的奥特曼吗？肯定没有啊。做好事不留姓名的阳光好大爷可以有。爸，我问你，想不想做这个阳光好大爷？做梦都想。以后啊，助人为乐的事儿我必须得干。我问你，要是走在街上遇到坏人你怎么办？我拔刀相助。要是遇到别人有困难了你怎么办？我见义勇为。现在外星人在进攻地球，我变个身我弄死他。我爸，我问你，你是谁？我是你岳父老范。怎么还是老范呢？你是谁？我是英雄汉，我是奥特曼。哎，我宣布啊，阳光好大爷找着了，那就是我的奥特曼爸爸。啊！
谢谢老姑娘，大爷，到了，谢谢你啊，到了。哎呀，老姑娘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哎呀，我刚才有点低血糖，有点晕了。这孩子，低血糖咋不吃点东西呢？东西吃。我兜里有，这不是饿的没劲掏了吗？你看看，谢谢大爷，谢谢你。哎哎哎，大哥，哎呀，大哥，我可找着你了。你是落水的大妹子吗？是我。哎呀，郝大爷，郝大爷可算找着您了。哎，停停停，颜值不高，一身肥膘，两条短腿还没有腰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这老头子咋还出山寨版的了呢？啊，来来来，你俩往前站着，来来来，面对面，我看看，来转过脸来，我看看背面。哎呀，二姑爷啊，快来吧！我看看，我看看，这可出大事了！你哎呦，哎呦，我明白了，我的爸爸是龙凤胎啊！啊，不对，是双胞胎呀！啊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郝大爷终于出现了。我相信他的事迹一定会引领我们社区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好人。好，来吧，咱们一块儿合个影呗。好，合影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郝大爷，阳光郝大爷，一二三，起呐！哎呀，哎呀，你突然拉着我的手啊，我也是心潮起伏，波浪翻呐。就好像青春撞到了我的小心肝呐、啊！对呀、啊，你就是我的心，你就是我的肝。哎呀，要不怎么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伴儿，咱俩还得在一块儿啊！夫妻的感情就像下大酱啊，越闷越香啊！对，两口的感情就得像熬糖稀一样，越熬越甜呐、啊，而且还越熬越黏呐、啊，黏得分不开呀、啊！老婆，老公，抱一个，老爷爷，来！哎呦我的妈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完了，我啥也没看着啊。没看着，你还想看着啥呀？大舅，舅妈，来来来，吃水果，吃水果。就是刚才还吵架抬杠了，这会儿这样式儿，这谁受了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啊、这就叫做爱恨就在一瞬间。哎呀，唱的忒好了。其实我们俩没别的意思，我们老俩呀、啊、就想给你们小俩打个样。告诉你们，夫妻之间的爱情啊，没事儿就得保保鲜呐、啊。这兄弟来劲了，啥？我跟你妈聊聊天去啊。大舅啊，大舅啊，你刚才干啥了？拉了他一下小手啊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就拉了一下手，就让我舅妈就这样式儿的了。对，哎呦我的天，就羞涩了。哎呀，哎，大舅，哎，我如果没猜错的话，是不是我爸又给你支招了？是不是？太对了，你爸这招真的好使啊！装聋打岔。装聋？对呀。啊。怪不刚才咱妈说咱爸是装听不见呢，套路啊，套路，套路太深了，但是真好使啊！哎呀，看见咱爸没？哎，什么情况？啥情况啊？买回来了、啊，好使啊！师傅，装聋打岔高啊！我真是要甘拜下风了，你这招太好了，你赢了。愿赌服输，咱俩是谁输谁赢能咋的？那爸爸那200块钱还我吧。啊！不是啊，我那200块钱，你说啥？我那200块钱！哎呀妈！突然间听不见了呢！你给我滚一边子去！你拿我教你的招对付我呀？小点声啊！不跟你开个玩笑吗？看看，200块钱完璧归赵嘛！回来，太好使了，我都没想到啊！哎呦，买菜的回来了，去的挺快呀。
哎，来来来，我看你背后是啥呀？哎呀，老头子，下回咱家买菜还得你去。为啥呢？我给你拿100，人家给你找回200是吧？人家啥呀？找我200？不是你说这钱呢？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这钱都还是啥呀？不是你的啥呀？你最能背后藏钱了。藏啥钱？这钱是他大舅的。对，我的。好啊！我说你刚才甜言蜜语的，原来你心里有鬼呀！你又背藏私房钱了吧？没，那钱他不是我的。我都看见了，那钱是你的。不是我的。是你的。不是我的。是你的。哎，行，你们二位啊，就别争了。其实那钱呐，真是俺家老范的。你看，是老范。您是赵刚子的岳父、啊。对。那，赵刚子的爹呢？老赵，来了来了。哎，这就是刚子的爹。我今儿头剃的亮不亮？亮。这服装怎么样？酷。这造型帅。我比刚子还年轻吧？哎呀，赶紧直奔你。请坐。您是赵刚子的爹？对。哎，您贵姓啊？姓赵。哎，姓赵啊？你是弓长赵还是立早赵啊？您说什么赵就什么赵。你这爱情这玩意儿真奇妙，谁沾上这玩意儿谁胡说八道。我看您这样子，你还不到50吧？小呢，60。本命年？我属鸡。你东北人？住鸡西。当过兵，在宝鸡。你干嘛呢，赵老头？我这你正常谈恋爱，你吃点糖，你嘴甜，你就吃糖。哎呀，我说这个赵刚子的岳父啊，你也太过分了，你老给他塞糖干什么呀？你知道这个身体摄入太多的糖分对健康是有危害的。哎呀，这个不是主持人，是养生专家，这是。人家说的好。啊，我平常不爱吃糖。你爱清淡？清淡香啊。哎呀。那你平时喜好是什么呀？我爱养鸡。哎，等等，你们家不让说鸡这个字儿啊？不是那啊，这不是预防禽流感吗？对，防范。他们家的规矩还挺奇怪呀、啊。啊。两口子在家干啥呢？我都听见了。做饭。不能出事儿了，出什么大事了？咱们家啊？没有，师傅，能出啥事儿啊？没出事？没有，那就是好事，对不对？大姐吧，哎，赶紧告诉我，咱们小区不是要评选那个优秀企业家吗？结果出来没有？啊，顺风啊，这个结果出来了。好，快说。你是全票当选。耶耶，我就是最优秀的，早就应该是我，前两年都应该是我。跟他同吃同住啊，同劳动啊，对呀、啊，就体现那个军民鱼水情，对吧？对。那时候我和你王叔就排个节目，那给战士一演老火了。他倒的，是不是你倒的？嗯、然后我们这节目还参加了县里的文艺汇演，对吧？对。一炮打响，那家得个1等奖啊！县长上台亲自给妈颁奖，每个人发了30块钱奖金呢、啊。我跟你说，孩子啊。要没有当年我和南马上部队去体验生活，根本演不出那么高的水平来。对，这个钱多珍贵，能花吗？你看看这钱，看看啊，能花吗？这就是当年那30块钱奖金呐、啊！对呀、啊，爸，你快看，这可不是普通的30块钱，这是我妈的金公章。对，表演奖光演员有，你那30呢？啊，都有，也搁家里搁那个什么影集里边了。
后来俺孙子发现了哈，要拿2000块钱和我换，我没换，转移了。啊，王叔转移哪儿去了？我跟你说，那王叔多狡猾，我藏那个地方啊，我不能告诉你。我要一告诉你，你一告诉恁对象，俺孙子不就知道了？你讨厌吗？什么老王头，你说你？哎，对了妈，啊，当年跟我王叔演的什么节目啊？哎呀，我记得可清清楚，那妈我估计是忘了。那能忘吗？哎呀，那你给我们来一段呗。要不咱来一段？哎呀，老王大哥呀，嗯，你说这连点掌声都没有，咋来呀？这不来了吗？来来一段。解放军，呀啦啦啦声，呀啦哟，呀啦啦声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放咱喜悦在喜呀喜上哎。行，我给你们鼓掌了，鼓掌。老伴儿啊，哎呀，你这一跳啊，嗯，我是仿佛又看见了19岁的你。王叔啊，当年的年轻的时候太棒了。哎，我就相当棒那会儿，40来年了。对，今天是个非常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。嗯，这样我提议，咱们开瓶红酒，共同干一杯。好好。哎，老姑娘，干啥杯呀？连菜都没有啊。我这儿有菜呀。啊？我有。我有菜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老东西，你又要吃肉是不？妈，那个家法伺候。